在新街口吃顿麻辣烫要多少钱？新街口的小巷子里面也是隐藏了很多美食。今天我要找一家据说很便宜的麻辣烫。像我们家这十几块钱一斤，新街口这都没有卖十几块钱一斤。外面的麻辣烫都二三十，你看吃不出来东西。我们这个都豆瓣酱加大料熬出来，我老婆都是四川的，全梅子。我点了这么多啊，一共80块钱，但是我看别人点20块钱好像就够了。有哪个男人不爱这样的老油条？这两口下去太爽了，老油条它是硬的，然后泡软了以后浸满了它里面的汤汁，一口下去入魂啊！吃个蛋饺，肉很充足，而且肉香感特别浓郁，能吃到那种小肉丁，蛋皮也比较香。发现蛋饺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好吃。萝卜原子已经被泡散了嘛，就特别的软烂，吃到嘴巴里边那个萝卜丝、萝卜丁，足了。特别软烂，特别香，再吃一下。哇，这猪脑太棒了，值得一来，特别好吃，物美价廉。他们家的麻辣烫的味道就是这种传统麻辣烫味道，特别符合我个人的口味啊，特别提香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能吃辣加点辣，应该会更爽。这家位置隐蔽的小麻辣烫店，论口味口感，我打4颗星。以上观点代表四哥本人。